家好，我是平哥，你们问问看，这个真正的海风有一种哦海胆的味道哦，哈哈，你们哦一定会说屁呀、啊，那是因为哈、哦、阿坤哦有跟我讲哦，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阿坤，哎、欸，平哥，今天平哥来我们的宜兰这边玩呐、啊，他说、哦、他们这边的海胆哦很鲜甜哦。平哥、哦、就来尝尝看，非常非常棒。我们宜兰的水质又好，然后这个藻类又丰富啊，这个海培育出来的海胆都非常好吃。尤其是哦，你说的这个紫海胆吗？对啊，紫海胆是海胆里面最好吃的，连日本人都竖大拇指的哦。紫海胆哦，不是马粪海胆哦。然后我们这个这边都很多，然后我们就是去抓几个来给平哥品尝看看。好好好，阿坤，你这样搞我。平哥都没掉啊！平哥肚子又饿了吗？阿坤，我不想努力了、欸。没有啊，要努力一下哦。对啊，我们要自己挖哦。啊，对啊，那我去认识一下海胆的环境、哦。对对对，我们哦，在走这个礁岩石哦，就不能穿太配的哦，这样穿这个，菜瓜布丁鞋。比较安全哦、嗯，升级了，会滑，因为这个藻类都会滑动的，会危险。但你穿钉鞋就没事。那我们就拜托阿坤带我们去找海胆的家。哈哈，走，就在那边而已。现在大退潮，正好。好，走了。你家有龟爪啊？你家？耶，龟爪背，龟爪。你家？这条不？这龟爪。嗯。你家有？你看看这个龟爪哈。啊、这个、哦、回家、哦、炒一炒，还是水滚一滚，剥它的肉来吃。这是龟爪，好了，几颗就好了，尝鲜。阿坤，怎么都没有看到海胆呢？哦，到了，好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就是大陆叫做赶海叫做猪仔螺啦，我们台湾叫做宝螺啊，这就是海胆。这个是不是圆形的？这长形的叫做梅氏长海胆，椭圆形的。这个大颗一点的也可以吃。这个太小了、哦。对，太小了。我们等一下会有比较大颗的。阿坤说、哦，这个是梅氏长海胆，就是说、哦、没有事情不要长海胆。没事长海胆，他的名字还太小颗了，把它放回去。这叫做宝螺，这也是听说也可以吃哦。这可以吃呀，也要大颗一点。然后他古时候就是有人拿这个当钱币。嘿，这也是生态教育人员哦。是，嘿，我找到一颗海胆，没事不要长海胆。哎、欸，平哥。其实这种地方就会有，这个地方就会有。经常海水会长到我们站的地方，它都会出来吃东西。然后这种你看这个缝里面，它就会有躲这个海胆。真的有，真的有呢。这一颗连挖都不用挖。啊，这个是梅氏长海胆，这是小颗的。椭圆长形的。那这个也都可以看得到。好像这里有一颗小颗的。很漂亮哦。这里有一颗小颗的。是。它这个名字说什么呢？梅氏长海胆啊。叫我们的货，阿坤都在挖了。这有一颗，哇，也是梅氏长海胆。这个对，也是梅氏。等多哎，长方形的。阿坤，我要紫海胆在比较深一点地方，对对。好好好，前面就有，前面那个水哦。看一下。看。水平哥，我来了。米呀，比海胆还好吃。哦，叫海葡萄。海葡萄呢？野生的北部的海葡萄就长这样，短短小小的，像桑葚一颗一颗。桑葚，哎，请起来就喝起来。来，因为那口感很棒。平哥尝尝看。对，这日本料理店之前还有叫嘛。你看看，脆脆的，脆，比海葡萄脆。不错。对，甜甜的。可是咸咸的，甜甜的。对，有点咸甜的。哎，我找一下这边有没有海胆。阿坤说，他们有经验的人哦，不敢哦，这样太用力摸，怕摸到魔鬼海胆。对，轻轻摸。不会的，刺到它会掉一把，然后拔不起来。它刺到哈、哦，那个针，那个刺会掉，藏在我们的肉里面呢、啊。对，这边有没有？哎呦，摸到一颗。哦，有。摸到一颗。
哦，哎，动家具了，嚯嚯，阿坤下水了，准备了，真的，哦，哦，哇，还算不错啦，体型还不错的，这个是什么？紫海胆，这就是紫海胆，这就是，你看它的特征，紫海胆。特征就是它一边的刺比较长，一边刺比较短。哦、为什么？短的它躲在洞里面，长的刺对着外面。对着外面，怕人家攻击。抓呢是伸进去它后面，把它用出来，拉出来这样。哦，就是这样啊、哦。这个工具是这样使用。这个大小已经勉强到可以使用的。哦，这个大小会比较大，比较好吃啦，也比较有肉。哦，这个大小勉强可以使用的。好，對對對，那这一个我就抓起来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那个我们比较小的，我们把它放走。對對對，好。来来来，给它一点点水，给它一点水，一点点。好，那我继续摸看看。嘿、hey ，等下还在退啦，再退应该会更。阿坤说，现在还在退啥？退下去，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底下，可能会更多。呵呵，来，再来长。哇，这颗是长破掉的。加贵，不然没加贵。被人家吃过了。这里有一颗，这里有一颗，这里有一颗。啊，那边还有说有一颗。要不要试试看？摸得到了。啊、你不要吓到它，然后慢慢把它用钩。哦，这一只不错。我用这个帮你拍。我用钩的。那撑力比较够，高。可以吗？不叮当吗？无多大只。无啦，迄蛮多。太久了。弄个扫土，就是扫它的底部吧。你今晚你翻掉。哇，起来了！对了，哇，这颗更大。今晚你翻掉。哇，起来了！对了，哇，这颗比较大，这颗更大，哇，棒棒棒，哇，赞赞。呵呵，平哥哦，现弦现卖，也会了。这不难呐、啊，一找得到。来，找得到都不难。真的有海胆呢，阿坤没有骗我哦。来，再找阿坤赞啦、啊！这很厉害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来来，哥抓到一条海参。这个比较不好吃。哎、欸，说这个比较不好吃、啊。海参都可以吃啊，可是有分好吃跟不好吃。好了，这把它放下去了，太小了。对对对，这里很多、哦，这个很多，这个很多。你只要有缝，差不多就有海胆呢。对海胆。哎、欸，你看看这个都有呢。其实海胆在海里面太多会有问题，就是它会钻一大堆洞，因为它会侵蚀这个。侵蚀这个胶原，然后钻进去，它、啊、多了以后，这胶原就会崩坏。哦，就是这样哦。哎、欸，这里哈、哦、有一颗，你哥摸到的哦。哦。哎、欸，不好挖嘞。哇，你看看。可是这里都被我搞断了。没关系，那个会再长。哈哈哈！啊，进平哥的肚子了。哦。阿坤说、哦、摸这个、哦、要小心哦，这个、哦、会摸到那个魔鬼海胆 哦, 哦。哇，这里还有一颗。哦，我们在这抓很多只了呢。你看看，哇，水哦，水哦，呵呵，来来来，你还到处去捧，对，然后当封面，呵呵，你看看哦，它这个脚比较长的哦，它就是这样，它屁股哦比较短的哦，藏着在里面，让人家哦还不会抓到它，啊啊啊，它也不会抓，因为它小，它就可以放在里面。谢谢阿坤。这趟哦，没有白来了。来，我摸着一条软软的。小心哦，海参吗？软软的。海参吧。不，这是海参。你看看，阿坤说这个比较不好吃啊。平哥哦，喜欢吃那个大的。哎，我再摸。哦，好像抓到螃。不是。哦，哎。是你那多的鸡毛。啊，白底啊！水啦，白底啊！水哦，这条白底啊，白底啊！这个真
很大，这只很大了。母的，母的很少那么大的。哇，我看看，这是母的呢。有蛋。可是哦，不要了，今天它不是主角啊，我们换它回去。这就是白带啊，那常常密林把长根管肉粽，林哥徒手抓到的呢。可是哦，今天它不是主角啊，换它回去呀、啊。哎呀，它这里短断了两只脚，你看看，快要长出来了。哦，母的呢？林哥最喜欢画母的，抓公的。来，放它走了。哦，马虎。这个是什么？就魔鬼海胆了、啊。这是魔鬼海胆的啦。秋凉。哎、欸。你唱对我。是你这只黑白相间的魔鬼海胆。哦，这就是魔鬼海胆的啦。这扎到很痛哦。是哦，是会断到你的肉里面哦。那是平哥哦，手太粗了。你们不要这样哦，危险，扎到哦，平哥不负责哦。不要怪平哥哦，啊，把它放回去。哇，你也看，我看得到啊！这里有两颗，哦，它躲在里面哦。这里这颗就是，啊，这颗也是。可是这个好像是没事吃海胆，这海牛、海兔啦，哎、欸，抓起来看看。海兔哦，放回去啦。海牛，不，这是什么？海兔，叫海豹，和瓜一样厚，这么娇美。啊，秀两点，它会释放一种涟漪。有涟漪啊，它闻有时候会。这个是它闻，很难闻呢。会不会贴黄标？哇，那个都很多，不要这里。这里都那个了，软软的啦，不要啦，跟你们一样都软软的。你看看到这是什么？阿坤老师说这是寒天石花菜哦。哇，很丰富哦。平哥搬来这边住了，天天可以看海，跟听海哭的声音。你看看，哇！这里一颗，这里有一颗，来来来，哇，这里有一颗，哦，这颗是什么？刺很长哎，魔鬼海胆，哦，魔鬼海胆，你看嘴巴上面有一个。你看，是一个气球，水球啊，这个是水球，晃来晃去。它会走路哎。当然会走路哦。这个扎到很痛哦。哇，这里有一个紫海胆，破掉了。哇！这魔鬼赶快可以很强。哇，来来来，我洗一下。平哥挖到野生的壳哦，也是这样。阿坤，这怎么吃？哇，吃黄色的、啊，吃黄色的、哦。对对对，要越破了。啊，这就是要，哎、欸，这个黑的我们就不要，哎、欸，啊，有通到海水了嘛，就这样就可以吃。阿坤，对啊，你先吃给我看看。可以啊，这很好吃，这样子。哇，真的吗？哦，鲜甜，来计时，十分钟没有怎样。真的哦，平哥已经在流口水了。平哥，这个就是要天然的海水这样冲过以后才有那个甜味啊，不然你一般用那个矿泉水冲过啊，那个甜味就跑掉了，所以那味道差很多。还是要咸咸咸来让它鲜甜。对，平哥试试看哦。有汤匙会比较好吗？平哥的手，平哥的那个很厉害，舌尖很厉害。赞哦，赞，是真的、哦，很甜的，真的很甜。哦，对对对，甜呀，你嘴那么甘甜的，甜，哈哈。
哎，以后还要准备一个阿坤的。哎，阿坤，你大大的要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比较好用。好，因为就是顺着它的壳这样过，不然你卡亏地啦，高高。哇，你看下我这个，也不能入。哦，我讲无地啦。你抓地高，林哥我喂你。阿坤吹啦，阿坤吹。哦，我每次吃都被观众骂嘞。可爱的，鱼雷还等。还等那种鱼雷、水雷啦，水雷还等，这叫金头帕，这是另外一种品，它吃肉的哦，它不是吃菜，它是喜欢吃肉的还等，刚刚讲诶，德国的那个海军水雷一样，这样我可以吃它吗？这不好吃，这个不好吃，可是很可爱，我会带回去养。我们今天了找到四种海胆了，哦，你看看，小小的一颗。好肥哦！因为哦，现在是产季，平哥哦，要来享用了。我们哦，跟阿坤一人一半，哈哈！来来来，把鼻那个配的，是秋天的。哇，看看，就是海景。好了，不要再等了，口水流出来了。哦。哦，怎么会那么甜啊？用舌头吃的，不能用牙齿吃，用舌头去搅动它。阿坤，你真的太棒了，难怪，难怪哦，难怪你会长得比林哥还有肉。哇！还是流口水哦，享受。嗯，瓜果你都不吃？我常吃啊，你常吃？哎呀，赞！嗯，干杯！哇，真的很赞，吃了那么多次还是觉得很赞，不可多得的海鲜。说它为什么那么好吃，是因为它吃纯素。他就不会造舟，可能利息龟、利息也是吃素的，可能肉很好吃哦。对，哇，好棒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我们都不浪费。剩下这一点，你们先放在水里，长差不多之后会有小鱼把它吃干净。我们哦，抓东西哦，适可而止，够吃就好，尝鲜就可以了。对，而且哦，这个东西哦，只有四到六月是最肥的时候，其他你打开的时候，其他月份你吃都是瘦的，那就不要去伤害它。然后我们就是让它在这边继续有肥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吃它就好了。然后也不要抓太多，我们就是抓刚好就好了。对，你可能看到十颗，抓个一颗，好抓大一点的，然后小的让它长大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大自然。永续经营。谢谢阿坤。哎，谢谢平哥。谢谢平哥，下次还要再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一起再热情带阿平哥去找更好吃的食物。走 ，Go。对 ，Go。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回去了，回家了。